끝나고 이제 가서 울고 집에서 샤워하면서 울고 그랬습니다. 首尔歌谣带上 EXO 成大赢家，寿星仔 K 攞奖爆喊，白言抹眼泪。首尔歌谣带上今晚圆满结束，韩团 EXO 一共夺得韩流特别奖、本奖同埋亚族大奖，成为今晚大赢家。今日亦都系 EXO 成员 K 嘅生日，一班 EXO-L 好有心，准备咗中人啊生日快乐嘅手幅为佢庆祝生日，又攞奖又有一班贴心嘅 fans， K 都争啲感动到喊。旁边嘅白言好鬼马，扮用山就帮 K 抹眼泪。今次亦都系 EXO 第三次蝉联亚族大奖，认真巴闭啊！队长苏浩发表得奖感言。정말 3년 연속으로 서울 가요대상에서 대상을 받다니 정말 믿을 수가 없고 저희 끝나고 이제 가서 울고 집에서 샤워하면서 울고 그랬습니다。白言就多谢一班 fans 支持，寿星仔 K 仲喺队员起哄下开心到原地转圈添。早前宣布因为要专注制作新碟而缺席所有年末颁奖礼嘅 Big Bang 都获得两个奖项，除咗本奖之外，更加凭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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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获得最佳音源奖，全部由师弟 Icon 带领。出道16年嘅 BoA 就凭住自己作词作曲兼任制作人嘅 Kiss My Lips 夺得最佳专辑奖，自己制作嘅专辑拎到奖，梗系特别有意义啦。至于由粉丝投票嘅人气奖，就由 EXID Honey 嘅男朋友 JYJ 俊秀以 46.7% 嘅高得票率夺得，可惜因为被封杀而无法出席颁奖典礼，所以就冇办法见到佢同 Honey 同台啦。至于新人奖，就由 Seventeen、Girlfriend 同埋 Big Bang 嘅师弟 Icon 夺得 ，B2B 同 Sunny 就分别夺得 Blood 奖同埋 Hip Hop 奖，而 OST 奖就由张作人凭 Heal Me Kill Me 嘅 OST 幻听夺得，舞蹈表演奖就由 Ali 同埋 Monster X 共同获奖，而公演文化奖就由乐队 Hugo 夺得，佢哋。表演嘅时候就连 EXO 都睇得好开心啊！除此之外，今届一共颁发12个本奖，除咗 EXO 同埋 Big Bang 之外，分别由 EXID、Red Velvet、泰妍、Bix、张T、尹未来、防弹少年团、A Pink、Sister 同埋 Shiny 夺得，恭喜晒一班得奖者！送我嘅朋友，几时都要跟我把戏。想听 smart 网上投票，都要咁有霸气。